我听，金蝉圣母的长生界神力加持被破了，怎么会？看来子玉叔叔打败了金蝉圣母，那我们也不能落后了。 那些邪门歪道的咒术，害死了多少无辜的性命？这样带来的强大，根本不可能笑到最后。亏外公一直惦念着你，让我放你一条生路，但你却一心向黑龙妖宫，还不惜使用邪术。那又怎样？只要我变强大，就能永远站在神族顶端。 我们快跟大军会合，去找黑龙。 没想到我们又见面了。你醒了吗？对不起，让你等了这么久。我说过，我会让你醒过来再见到我。你知道的，我从不食言。我知道。 黑龙，我今天为了取你的命而来。
一定会打败黑龙，完成你和外公的愿望的。我相信。不需要我保护你，你永远都是我的师父，我还需要你的教导呢，阿兰。五哥，其实，在神隐寺朝夕相处的日子里，我发现，我渐渐的喜欢上了你。但是我不能说，因为我还要为家人、同胞们报仇。况且，你已经有了白伞，所以，我不能让自己爱。五哥，不要为我难过，这样沉重的人生，我早已经支撑不下去了。死，对我来说，是一种解脱。不会的，阿兰。当我打败黑龙，你的人生就不会再有这样的沉重了。五哥，你以后一定要照顾好自己，一定要活着回来。以后我不管在哪，我都会用我的方式来保护你，祝福你。